若要论最固执的狗狗，想必那就是柴犬无误了。每当他们决定要什么，不达到目的之前，那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狗哥，欢迎回到狗狗频道。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发生在日本的逗趣柴犬。一位来自日本横滨的推主，他的家里就养了一只名叫小麦的柴犬。小麦非常的亲人，他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来向主人撒娇，但他有一个令人惊讶的特点，那就是他似乎总是很清楚自己想要些什么，想要做什么。比方说，当他想要吃零食的时候，他就会抱住主人的大腿，化身成为真正的狗腿。面对这样的笑容，主人根本无力抵抗啊。但就在日前，小麦某天出门时，似乎又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天地。从画面中可以看到，当时的小麦就这样突然找个地方挖洞，把自己给埋了起来。当主人发现的时候，虽然脸绿了一半，不过他还是赶快把这一幕给拍了下来。主人说，虽然回家又是洗澡的大工程，不过看到他一脸安逸的表情，或许土里面了，是真的很舒服吧。最后只能说，古灵精怪的柴犬真的是太可爱了。那么我是狗哥，我们明天见咯。